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为什么这次讲话很快呢？因为刚死掉了，心情有点不太爽。刚补了体力，再重来，再打一场。大胃王又来了 ，shit！ 居然实战越战越勇，搞什么鬼的？不爽啊，随便打了啦 ，shit！ 王都没看到。不好意思，刚现在有点激动，因为已经吃了两次大补丸了。气死我了！啊，转珠没有转好，被越战越强干掉，再冲三回。天使一点点，先 K 他血。啊！直接冲过去了。封祭，封什么祭啊？封死你，封死你！没祭要封什么？不知道封什么鬼的。可以看到这十几万的血，我就打这么久了，所以第九关肯定你不秒没办法。啊，这次快很多了，虽然没有看到刚才那一次，不过那不重要了。全扫就对了啦，管那么多。新珠把它转掉，也没有需要补血。你如果新珠留着，你也没办法做攻击啊。啊，不爽啦！怪不得有人说怒吃石头，我终于知道什么叫怒吃石头了，真的是有怒到了。不管的了，乱转一通了，乱转比较快。又要封祭，没封到了哦，这是没有封到巴蒙特了哦，你在死啊你！给你一击必杀，血！啊，那 combo 有这样不？有多了吧？还不死？你不死，我去死啦！刚刚就死在这一关，台面上太多猪了，结果反而combo击不出来，哇，这个有危险，全体攻击，全体攻击，差点出车，啊！对不起，那个小弟有点疯狂了，不要烦我，现在有人一直在骚扰我。哦，如果要集 CD 的话，基本上就是，怎么讲，打这种就可以集 CD 了，所以我觉得不太需要集什么 CD。我现在发现集 CD 的用意好像没有非常大了，因为我这样打正常打八回合，一下就用掉了。要补一下血，清杂猪。有时候太复杂的战术，搞不好用最简单的战术就是最好的战术。我生气了。
不是我认真的，因为我一直都很认真。五连、三连，再加上一连。Come on！不好意思，请大家体谅我的失控。看一下，还有六回合。我靠，这要给啊，给我一击必杀、啊！我看一下，这个修道士多少？2649，算一下，2649加上，这是三星四，2840，再加上燃烧神武8000。13489就是要给我死的意思就对了，啊，一起死八九哟，是吧？一起死八九就对了，他妈的！啊，怒转，我管你死不死啊，你去死吧！哦，好像蛮痛的，靠，都是 CD 一的，完蛋了，我完蛋了。目标这一只好了，我看多少血，燃烧十万，15000，我 K 掉它，我就可以大复活了。Oh shit， 我活出五颗，啊，不管啦、啊，怒转就对啦，相信我，大家相信我，怒转就对，怒转就会过了，怒转，哦，好加载，啊，哎、欸，真的很可怕的关卡、欸，我真的不建议大家过一次就不要再来了。太可怕了！太可怕了！三只 CD 就是一次要给你死的意思呢。这第一回合不啰嗦，就直接大举给他亏了一个掉了，开下去就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 CD 5你可以开两次。明白了？台面上就这样，二秒，这次我记得他只有2秒，一定要断开，一定要断开。目标是这一只。目标是这一只，因为三回合才可以救。好、哦，2秒，哎、欸，很好，来吧，天降吧！啊，我活下来了，对不起，请原谅我的失控，小弟有点愤怒。啊，这是要 GCD， 冷静一下。不要太大力啊！哦，他死掉了。这时候我们有38回合，我们可以慢慢的去跟他磨。至于磨的方式很简单，因为我既然打到这边就可以跟大家解说了，就是既然纸都转不出来，我就补血补到满再慢慢打。我看怎样转得出来，12345，可以，我转得出来。哦耶！我要记得补血，倒是真的。哦，血量尽量就是满12345。我看一下路线啊，不好意思哈。很简单，就是这颗转过来，这颗再送过来，再来一个，这样就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。咖喱波的别超车。简单来说就是自己夸奖自己都不会不好意思，因为有的人怕都听不懂台语。没有绝招，没有绝招，我们就是先不开招。12345。这个绿的我打算集起来，2345。因为我来不及了，所以我就直接这样丢了。因为我现在血是满的啦，我可以承受他的攻击，所以无所谓。好、哦、啊，这时候我不会急于攻击，因为血才是重点。我有35回合，所以可以慢慢跟他耗。当然，如果我们可以顺便集 CD 是最好的啦，可是我发现我台面上的牌有点乱，所以补血为优先好了。不过他那框框在那边，我真的觉得蛮碍眼的。哦，没有新珠，有没有发现新珠？哦，有，新珠不太够而已。这时候不要急于煮那个形状出来，因为重点是你要活下来。这场战役叫做"之"。史莱姆大战之我要活下来。
啊，血量恢复了。哦，我有33回合，我可以跟他玩。Shit，我一摇火线，转这边，转这边，转这边，再转过来。Come on！好，跟他慢慢玩没关系，补血为第一，记得记得，补血为第一。当然，你可以顺便打是最好啦。有没有像这样？形状的话，自己大家发挥了啊！没有阻到，我真是他妈的没看到，对他伤害就变一了。CD2 的话很危险了，控场自己抓时间放。一二三四五，我还是想要组形状啊！现在这个有把握你再组，没把握就不要组哦。因为康博数我上去基本上一回3000多还好啊。好，这时候我就要出手了，因为我要生理控场，30回合并说多不多，说少不少啊，要掌握这个30回合的时间，真的是要自己注意一下。这个我不管他了，叫 combo 剑开，绝世！干，简直是抓痒嘛 ！Shit！30回合好像不太够我用欸。哦，吐血。先石化，先石化。这时候是蛮关键的时刻了。一二三四五。基本上这种少血都不多，为什么我要运用这一回合去冰冻它？因为我的绝招放掉了，补血并不多。combo 数没有制造出来，哦，有点危险，赶快补血。这时候红色我会把它弄在中间成一串，哦，可以增加 combo 数，顺便攻击。哦，要赶快回血了。这时候图形你要摆第二，补血摆第一。我还26回合，其实可以跟他慢慢玩。3、4、5、6，再来7、8，啊，天降甘霖 ，God bless you。还有2回合啦。哦，你看我这边还有 CD3 嘛，算一算，我要丢了两只，丢了的话一只光狗可以丢，所以可以出手要把握机会，因为现在是满血是好时机。他血实在太多了，真的太多了。天降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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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这时候要小心了，我打算把绿的拿去凑 combo。啊，只有两 combo， 3、4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哦，这时候血量就很重要了，补血补血。哦，我可以顺便补，顺便打，这也是还不错的机会。不要那么多水珠哦，危险危险，这样蛮危险的。各位，像我现在就很危险的，现在以血量为优先，以血量为优先。2回合，还 OK。还可以打，还可以打，还有机会，把一些杂猪消消掉，这样可以增加你的那个攻击机会，加上你的，好像我现在很多绿猪，下回合爆出来就很好。不过我 combo 数够，哦，绿猪够，因为绿猪太怕绿了，太怕绿的，所以直接绿的丢进去，按的过来。
哦，这时候一样补血优先，我台面上太多那个攻击珠了，光的先转出，那个新的先转出来。边补边打是这一关的一个要诀啦。像我这样只能做两 combo， 只能期待天降了。这时候我不会，这时候我还是以血量为优先。血量为优先，差点要去组那个图形，我差一点点，真的。7000多，哦，不会死就好，不会死就有机会，不死就有机会。我实话，我跟他耗的话，我还可以再动他。我个人是蛮喜欢这种直线的啦，只不过说现在这种很危急的状况，你要考虑说你是不是有那个本事可以转出转到那个程度去，有没有像这样 ？Come on， 有没有一样？哦，我现在先转看一下，这个还有两回合。虽然说光珠是比较多没有错，可是我建议先 hold 住，好，先 hold 住，先不攻击，不攻击又说不过去。啊，先转光珠好了，我要活下来，这才是重点。哦，这样可以顺便偷打一下，又补血这样。对，活下来才是重点，各位真的要记得。像我现在这边图形肯定是组不出来了，血量为补血为优先。炸毒消一下，补血为优先，差点没补到。哦，有危险的，有没有看到？但是我有两只朱雀，所以我可以转很多星出来。这时候可以转星顺便补了。我锤你！哇，才补2000多哎，不多哎，各位真的要控制一下血量，要好好控制。这个部分的话，我想边打边补，我要把暗珠集中在这个位置。但是我建议那个新珠先把它煮起来，再去弄你要的暗珠。有没有？因为你要先补啊，你要有血啊，没血都是屁啊，没有血都是屁啊。好，像现在1、2、3、4、5、6光珠不啰嗦，直接开出来。因为技术不好的话，就是开就对了，开了就对了，不要搞到没有血。1、2、3、4、5，我决定先把水珠啊，有点出贼，没关系。水珠击到，没打到，好笑了。顾着在击珠，没有注意看到。好，我可以跟他耗到我这个石化都还有没有问题？11598应该轻松补了 ，OK 了。但是要补到倒是真的。看一下哈。没办法，我来不及完成图形。哦，血量有点危险了，朱雀先转。哦，这边的部分可以把新珠集合起来，因为蛮多新的现在。图形要稍微算一下。不要像我刚才挤一挤就图形没有攻击力啊。还有火的伤打他又不太痛，这样。像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台面上新珠不多，水珠很多，我觉得先把它转一转好了。水珠怎么那么多啊？不要这样玩嘛，老大。满血，太好了，这时候要爆发吗？你们觉得要爆发吗？要，一定要爆发，但是不要开朱雀，黑狗直接开就好。因为你还要转心啊，台面上现在没有心没关系，等一下有心就好了。哦，我的美杜莎基本上还赶得及。
啊，只有一 combo 两 combo 天降，谢谢。哦，我们这种小爆发基本上可以偷赚一些攻击。哦，新珠先转。转完再来看，很奇怪的行为，没错，但是我就是习惯先转了，应该差不多了，再一级就可以了。不过血量还是先控制，因为我现在不确定我们是不是一定赢。哦，基本上是一定赢的啦，但是不能太铁齿。啊，少一 combo，哦，天降，再见了，史莱姆王，第二个卡片，我太紧张了！啊，终于掉卡片了，啊啊，请大家原谅我的失控，因为我真的有打这一关卡，这个。比打地狱还难打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一直宕机啊！终于过关了！不好意思，大家我有点失控了。啊，因为小弟本身累积计算一下，我想一下两次宕机，两次 GG，补了2根体力，应该打超过。六场的 extra 了吧，两个账号，还有回血超过了，因为一个账号打我，因为今天一整天都要搞这个，真的是被他气死了。终于打到了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哎，你有没有吓到？不好意思，那个，有点惊吓到那个小弟的那个女朋友，对。我不讲女朋友，我会被杀。我一直很激动，我的确很激动，为达到这张卡真是好，以上的打法给大家分享，真的，如果我没有奖励，对大家说没有奖励，真的是没有奖励。如果没有很必要，不要来这一关打。我摸了好几十回合。好啦，以上分享给大家参考看看。以上是本人疯狂的分享。哦，请大家那个就是像我刚才是洗个澡，然后喝杯绿茶放松一下，对啊，但是就一进来就马上被狙掉了，而且我是死在那个什么越战越勇的史莱姆那一关哦，不是王哦，所以战术大概是这样用了，大家参考看看，有问题大家可以在留言板，就是提出来一起讨论，谢谢啦，拜拜。